来到了2020年4月19号，是个星期天。谢谢你收听 Yes 933最新龙虎榜，下午好，我是玫瑰。今天呢，要为你公布的当然就是第16期最新龙虎榜上的成绩了。上个星期这个时候的我呢，还在家里努力的进行我的这个彩色吧，是吗？诶，这个时间啊，这个时间可能还没有开始彩色呵呵敷面膜啦齁。上个星期如果说你有关注我们 Yes933 的 Instagram 的话，应该都有发现吧。其实我们的 DJ 在家里呢都做了一些事情，尤其现在是进行着这个 circuit breaker 阻断措施。你呢，你这些周末或者是周日如果是居家上班的话，都有做了一些什么比较有趣或者是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吗？好，都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和我分享，或者来和我打声招呼，说声 Good afternoon。再来，本周排名第17的歌曲上升了三个名次，这是来自 Derek 和维健非常甜蜜的一首歌曲《找到你》，这是他找到了一生中的伴侣的一首求婚歌曲，所以当中有写出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啊，两个人的之间的一些互动等等。最近当然是因为有这个实施阻断措施 circuit breaker， 所以即便有新歌，但是也不能够出来宣传太多。 Derek 和维健哦，我最近看到他的社交媒体，他应该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晒他和老婆在玩游戏时的恩爱吧。两个人应该都是在玩同样的游戏，然后他会po出很多他们在游戏里的互动的一些照片，还蛮可爱的，所以你也可以去 follow 一下齁他的那个社交媒体来看到这一些啊。当然如果喜欢歌曲的话，他有这个歌词版本的 MV。 Yes 933最新龙虎榜 No.17。 I know I'm in love, drowning in love, 有你在身边 I feel so in love, 就快要 forever love, 再多一瞬间就变成了永远。这不是个终点，是我们彼此的起点，在这里许下个诺言，就在这一刹那。等你答应我，让我陪在你身后，依偎着我们彼此的承诺，让我永远陪在你左右。我愿意照顾你，永远的呵护你，我愿意陪着你拉近我们爱的距离，我愿意照顾你，你是我的唯一，我愿意陪着你创造最浪漫的回忆。看着你那双坚定的眼神，决定了我们彼此的快乐，一起走过的幸福在这一刻错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要找到你，我愿意陪着你创造最浪漫的回忆。迎接流行音乐电台 Yes 933